咱江山卫生所啊，咱的所长啊，咱各位村长啊，咱各位辛苦来投入咱这届东山防疫新生活，咱这的志勇军啊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咱所知啊吼，即马伫咱中央指挥中心啊，把咱这个防疫提升到第三级啊，所以咱嘛看到全国的疫情一直伫升温，包括咱宜安县，包括咱东山乡啊，所以。伫疫情的这个升温，大家，我想大家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，就是要紧的啦。咱目前的这个武汉疫情啊，若紧的，呾降好低，甚至咱会当转来过咱正常的生活。但是，咱东山公所哦，清洁队啊，限制咱人员啊，这个有限，所以咱伫咱全乡要来发起着。防疫智勇军啊，这个活动啊，我伫遮特别先来感谢啊，咱主席甲代表先生以及哦，对咱这个哦来支持吼、哦，尤其啊特别感谢咱所有村长啊，咱村长哦一旦来全力来支持啊，来号召着咱村内咱遮所有的好朋友啊，甚至啊真侪是咱农民朋友，因用因的健友。啊，这个设备啊，到车辆哦，无偿的来提供，来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防疫作战的一个行动。所以在公司协力上面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源，啊，这就是一个民兵的概念。我们知道防疫视同作战，那在这个战时的时候，当我们公部门的资源有限的同时，我们就必须来透过我们民间的力量。一起来协防，我们要来守护我们的家园，来把我们的家园跟我们的国家一起啊，把它守护着。我相信大家拢希望啊，会当在一个生活安定的环境内底啊，咱来恢复到咱正常啊一个生活品质啊。所以伫这个同时，咱再来特别感谢咱现有所有村长，咱这些志勇军啊，目前。咱现有有15台啊，咱的这个高压机吼，服务车，包括愿意用排碳的，即毛17个，啊，佫刷落拢总先军的哦，103个吼，现有报名的。但是我相信陆续哦，会佫咱的这个乡亲啊，会佫继续来甲咱收听啊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啊，我们今天的一个发起，那我们所有的乡亲可以一起站出来。一起来做好防疫，或者说我们要勤洗手、戴口罩。我们碰到有人拱手不握手以外，我们要本身把自家的环境来做好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透过新生活的运动，咱希望咱所有乡亲阿妈会当哦，家己每一个人负起了大家己徛家的环境，家己厝内啊这环境啊来做消毒、做清理。那要把我们的病毒杜绝于我们的门外，所以这样子才会比较彻底。包括很多现在乡亲到本所都要戴口罩哈，我们是希望所有乡亲大家在共体时间里面，但是本身要有提出咱生活、咱高级人民的一个素养，咱到这个非常时期里底，咱要把嘴严挂起来，不管是伫路外行，不管你是到本所。不管你是伫做任何工作内底，咱也要家己设想，顾着厝内底人，顾着咱这个规个社会、规个国家的安全。啊，所以伫遮，咱希望所有的志勇军，除了我们在帮忙协助消毒以外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周边的朋友没有落实戴好口罩，我们要记得来提醒他。哦，尤其即马足侪拢欢迎哦，各分所戴口罩。在这里，我们再一次来要求。哦，所以我们的所有乡亲一定要来落实。哦，伫遮特别啊，多少讲了，伫这个运动个起来底，那么特别来感谢咱代表会，一个是李主席、陈副主席来做代表宣传。哦，拢会当来认同这个志勇军的这个成立吼，所以我嘛特别啊，要来请咱主席啊来甲咱做勉励，甲咱的志勇军来多谢来做勉励吼，咱正声吴主席。每一位船长、社区理事长，啊，恁啊对这个啊，咱遮所有的志勇军，咱遮志工，啊，大哥大嫂，啊，因为有恁的愿意来收听，我相信
咱宜来东山乡哦，伊是咱宜安县，嘛是咱台湾上安全的一个所在。哦，这样再一次来感谢咱希望哦，在这里活动了后，我们就开始啊、哦、正确的来行动。那多山乡公所会来提供所有的物资啊、哦，包括我们的消毒药水、防护衣、防护面罩哦，甚至只要有需要的部分、不足的部分，会当来台湾公所来讲，我会当紧的来当大家补充。哦，尤其伫这里资源物资的部分，我会当紧的哦来当大家来做协助。我相信咱大家打拼，咱一定会当把防疫做了上好。所以台湾加油，宜兰加油，东山加油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今日哦，这么用心啊出来收听，咱来画一个口号，咱来画防疫哦，台湾加油，安好无？好无？台湾加油！好，我画台湾加油，我画宜兰，画加油，画东山，画加油，安三个都好不好？哦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台湾加油，宜兰加油，东山加油。好，你接着，感谢，谢谢。大家解决完毕，完了。